嗨，各位好，我是阿刺。那今天呢，我又回来一个人拍片了，因为前几集呢都是和朋友一起游玩的，然后大家也想看我回来一个人拍片，所以今天呢我就一个人游玩。好，回进主题。那今天呢，大家看到这画面，没错，我们今天呢要来玩这个《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地图。那这地图呢类似 RPG 类型的地图，然后呢我有看到它的预告，真的蛮猛的，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吧。按 F 键开始，然后单人模式，然后这里呢有一些设定 ，OK， 这些设定我们已经调好了 ，OK， 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开始游戏。哦，来了来了 ，Private Drive， 然后有一只猫头鹰，哇塞，这入场动画，哇，这里应该是哈利波特住的地方吧？哇，而且它的音效也蛮配的。哦，给了一封信。OK， 我们来到了这里。那封信呢，应该是霍格华兹的入学邀请信吧。然后呢，他就是邀请去那个魔法学院，没错。然后呢，我要成为魔法师了。Oh my god！ 然后这个材质包呢，也做的蛮精致的，还是书架。哇，还有这个西洋旗。Oh my god！ 超立体的。然后呢，他现在呢是要我们去收信。OK， 我们来看看这间屋子吧。这个应该是储藏室吧，然后这里就是他的厨房。 Oh my god， 他杯子超立体的，然后还有这个电视机。那我们现在就去收信吧。 OK， 这个是霍格华兹的邀请信，然后可以打开背包，也按 Q， 有这个邀请信，还有一个票耶，车票耶。然后现在呢 search the area for a way to get to London。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伦敦，然后应该会有一个巴士载我们去伦敦的，我记得。然后这条街呢叫 Private Drive。 哦，有了，巴士，这个巴士，这个三层的巴士。 OK， 然后跟这个人讲话。哇，这个人长得Welcome to the night bus, emergency transport. My name is Stan Champion. Okay, I'm headed to Daily Alley. Oh, 那个斜角巷 that's in London. Okay. 他载我们去了。Traveling to the Lakey Conjun. 我们到了，这里呢就是伦敦，然后这个 Lakey Conjun， 哦，这个我记得电影里呢好像是它好像是一个酒吧来，一个餐厅来的，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斜角巷，哇，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Oh my god！哇，真的跟电影一模一样哎！然后呢，有那些漂浮的茶壶啊，那些餐具。Oh my god， 这个超逼真的，这个是自动的扫把吧？真是超有魔法的感觉的，这个会自己动的扫把。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那个斜角巷，就在这里吧，应该。然后这个，哦，这个叫海格，这个、蛮大只啊。Hello, you're looking to get into Daily Alley? Yes, I need to pick up my school supply. Very easy.Thanks for the help. Find an entrance to Daily Alley. OK， 就是这个砖块墙，然后这个砖块墙好像可以，它是自动开的。哦，这里，然后呢？哦，它自动打开。What the hell？ 太棒了！哦，我们来到了。哦 ，Diagon Alley。哇塞！哦。Formwear， 这个可以买衣服的，这个应该是买法杖的吧？哦，这个就是那个银行。You can get money， 哦，我可以在那边取钱了。诶 ，Locate Bank， 哦，所以他叫我们去那个银行。哇，自动关上了。OK， 然后这些人呢 ？What's up, everybody？然后呢，它的建筑物呢也做得超漂亮的，然后银行呢就在前方。OK， 我们到了，超大的银行哎！哦，我们来到了这个 Reserving Bank， 然后这里呢非常多的小矮人啊，哈哈，等一下我们要 respect， 我们要蹲下跟他们讲话。哦，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取钱。Can you help me？ 你可以帮我吗？I need money for my school supply。How did you think this might could up？ Come about I see。Here you have 250 okay, 我250块。
OK， 我有250块了。然后现在呢 ，purchase a van。OK， 现在呢，我们要去买一个法杖，一个魔法杖，就是这些人拿着的法杖。Oh my god， 真是神还原啊！这张地图，然后这建筑物呢，真是超有创意的。那个人呢会动了。哎，底下那法杖店在哪里？应该是这里吧？哎，嗯。Good day, 永飞 ，How can I help you？ 哦，不是，不是这里，到底那法杖店在哪里？应该是这里吧？哎，哦，来了，哦，这里，我们要买一个法杖了。哼 ，How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purchase a bed。哎，哼 ，You feel I think maybe you need to look for three green van boxes。嗯，所以我需要找三个的法杖。哦，这里一个。Okay, 还需要找两个在楼上吧，应该楼上哪里有哪里有哦，这里有一个，哎，我们还差一个，我们就可以买一个法杖了。哦，在那里吧，看到了看到了，哦，这里 ，OK， yes， here are the red boxes， wonderful， I wonder yes， OK， 哦，有了有了，哦，有了，我这个法杖，你现在可以使用魔法吗 ？Double click， 哇，你看这个是什么魔法？你现在蛮酷的耶。Magic thing！ 现在呢，我要 locate 什么 flowers and blooms？ 哪里 flowers and blooms？ 哦，应该是这里吧？哦，有了 flowers and blooms， 哎，自己进去。哦，来了，哎，哼 ，Welcome to the flowers and blooms. How can I help you？ I need to purchase flowers. 哦，我就是要买那些课本，是魔法课本 ，Fantastic Beasts， 买 ，Yes， Standard Book of Shell， 买。Oh, you can't purchase item yet. 我还不能买。这个应该可以买吧 ？Book of Spell， 妖水的制作书，买买买买买。The Dark Forces， 买。Guild of Transfiguration， Oh my God， 应该没有了吧？嗯。OK， 我买了这些 school book， 学校书。Locate Madam Rose of， 现在我要去哪里 ？Madam Malkin， Madam Malkin， 哦，这里这里，我应该是买衣服吧？这里。哦，来到了。哦，可以买衣服。嗯哼 ，Welcome to the Madam Melvin Roberts. I need to purchase my school uniform.、我要买校服。可以买 house robe 这个衣服一定是要买的。然后这个 scarf 围巾要买。哦，裤子还有什么？应该没有了吧？而且我也不够钱了。OK， goodbye、现在呢，我就要把它穿上。哦，这里，然后再把这个穿上，然后裤子穿上。应该穿上了吧，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Oh my god， 哎，真的蛮像的，可是呢，我包的好像粽子一样。OK， 不用紧，不用紧，我们现在可以出去这个 Diagon Alley 了。OK， 我们要出去这里，按 F 打开。Oh my god， 超美的。那现在呢，我应该是要去到哦，拜拜海格，应该是出去这里吧。OK， 出到来了。Walk to the King Cross Station， 我现在去一个车站吧，我觉得。然后这里他在看报纸。哦 ，What the？ 还有这种鸽子会飞耶。然后现在那个车站在哪里 ？King Cross， 应该是走这里吧。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前往火车站。哇，走了好久啊，都还没有到车站呢。诶，底下就有一个自行车也可以骑吗？不能呢，为什么要给我走路？诶，底下感觉好像到了。诶，底下是这里吗 ？King Cross， 哦，这里这里这里，底下建筑也太狂了吧！我要搞乱这里的鸽子了。哇，哦。它还会飞走哎 ，King Cross， 哦，我们来到了这个车站 ，Oh my God， 超漂亮的，它做的真的是超像了。Find a way to get a platform 9¾. OK， 这个是 platform 9吧，应该是去到9-3，到底是在哪里？嘿、，Hello dear，first time at Hogwarts， 对呀、然后，我是要去哪里？其实我记得这两个双胞胎在电影里面看过了。我是要在这里等吗，还是什么？然后现在问题是呢，我要怎么进去这辆火车？到底在哪里？还是我要穿墙是吗？我记得有一幕是穿墙了，哪里有穿墙？是这里吗？哦 ，what the？ Oh my god！ 我真的穿墙了。哦，这个还是真正的火车。OK， 那么这期的影片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玩《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地图。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大家还想看我继续玩的，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哦。OK， 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如果你喜欢的话，点个赞和评论区。还没订的朋友们，不要在下方点下订阅。已订的朋友们，也不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每分每秒都算十一。然后大家记得关注我的 IG 还有 FB 粉丝团。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